嗨声啊，好嗨声啊，因为就是感觉跟上次一样热情，就还是有被惊吓到，对，所以真的也谢谢大家。之前有曾经来过香港工作，然后一直都非常喜欢这里，然后希望之后《鬼家人》也可以很快的听到好消息来这边上映，再跟大家见面。对，对我也是很久没有来香港，就是非常期待我们电影可以来这里和大家见面，然后非常谢谢香港的朋友，因为红毯上的观众都好热情。对啊，对啊。目前还没有机会。对。对啊。想要吃饮茶吧，饮茶。我当然如果有这个荣幸的话，当然是希望能够跟他见上一面，我不求合照啦，就能够看到他就好了。对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见的人？啊，想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但就是今天就是还是先把自己的工作给好好做好。刚刚看到阿布宽，对，刚刚有见到阿布宽，然后也期待可以见到梁朝伟啊，对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好像要去日本拍电影了，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现在说，我们配合。谢谢，谢谢。